我天价，这次从来没有出现价格，看哪个公司，比如说这前两天要三百、五百，我接受不了。今天多少钱？我就好，刚才一张牌子，刚才几台，是不是？五十，单位小民警啊，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七十、八十，八十一双，八十有吗？七十五，七十五有吗？七十五这一双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个阿姨呢？七十，七十个那朋友呢？举了一下，躲了，不要了是吧？ 来，六十元的举手，我看一眼，刚才是谁？来举了一下手，走了。长得两米六，七十，是你的老先生啊，直接给你老先生拿，没了，你连纸都买不了，我跟你说哈。哎，喜欢不要出错。来，这个店子比哈，云台神秀，来自王玉珠，湖南湘江花园的，起价这幅来二十元的举手，尺幅小的价钱低，二十元有吗？二十、三十、三十、四十举手，三十五，三十五、四十、五十。 五十有吗？四十五，四十五的举手，如果没有，四十元。哎，这位先生哈，继续往下看，精美的一个小花鸟哈，来自老陈营，国家一级画家，喜欢不错，来自老陈营哈，今天起步价这幅来二十元的举手，来自这边的话二十、三十、三十举手，然后看看有吗？三十的举手，三十有吗？二十五，二十五，三十，可以是三十元吗？先生，三十有吗？三十可以吗？三十都有先生哈，开起来哈，三十、四十、三十五。 前两天起步价就是一百哈，三十元，那位先生哈，哎，难走，那位先生哈。再看这幅精美的幅梅花腊梅，梅开五湖哈，喜欢你不要错，直立主题，这幅梅起步价，看哪位朋友举手看来，哎，三十元的举手有吗？三十元的举手看见了哈，四十，四十有吗？三十五，三十五有吗？梅花已经接近尾声了哈，三十五这里的哈，四十，四十有吗？有出四十元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三十五，来，这位女士哈，大家。